王命在上，恕属下得罪了。来人，请王妃娘娘上车。李审司卿江静波见过四王子殿下，见过四王妃。江静波呀。 这大早上的，你带着这么多人堵在我四王府门口，所谓何意啊？殿下千万不要误会，属下奉命调查陈家命案，想请王妃娘娘到李审司协助查案。王妃娘娘，请您走一趟吧。 你有问过本王的意见吗？现如今有证据证明王妃娘娘跟陈家命案有所关联，若非如此，属下绝不敢来惊扰殿下和王妃娘娘。证据？你现在把证据拿上来给本王看一下。殿下，事关案情，所有证据皆需保密，恕属下不能呈给殿下。也罢。 你想让王妃跟你走一趟，是怎么个走法？殿下请看。属下也是奉命行事，一切按照天阙的律法，还请殿下行个方便。 皇上是何时下的此令？因人证物证皆齐，属下虑及姿势体大，所以不敢耽搁，连夜入宫禀告了王上。王上是一夜未眠呐，早朝过后，便下了此捕令。江静波，你以为你有此捕令，就可以带走本王的王妃吗？ 王命在上，恕属下得罪了。来人，请王妃娘娘上车。殿下，捕令在手，我就跟江大人走一趟。 凡事都要讲证据，相信江大人定会秉公办理的吧？是。你可知那李审司是什么地方？殿下放心，臣妾心里有数。我要是现在不走的话。 不仅违抗了王上的命令，还显得咱们理亏似的。你放心，本王定会护你周全。多谢殿下。走吧。多谢王妃娘娘，放下，放下。 下告退，出发，撤。